刚说没有雨，今天就下暴雨，我们这里都干旱了一个多月了吧。下了三个小时，然后又没下了。现在都还想睡瞌睡。下了三个小时的代价就是从五点多开始就停电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呢。也就是说我们五点钟就睡不着了，就被热醒了。那时候打雷，刚刚打了几个雷就停电了。不过今天这个雨确实下得大，这些庄稼应该能够饱餐一顿了。然后今天准备来做一下江浙焖饭，因为今天也没吃过江浙焖饭，正好今天也停电，这个电饭煲也没法用。蒸香肠我在哪子？随便，蒸香肠嘛。随你随心。葱姜蒜，麻子。香肠稍微炒一下，下这个葱豆。哇，这个菜就那么大方形，香气不多。放一点生抽酱油，放一点盐。下米饭，这个米煮了有七八分钟。插一点孔，来一瓢米汤，倒上锅盖，用中火焖到上气后，抓小火，让它焖个十多分钟。好了。焖了有十多分钟了。哟，这个鱼下多少都出来，大工厂用一直它的时候可以用。没啥，看下要啥鱼，还闷着很难过。哎，现在闷着，活着就出来了。闷着还活着，还见到鱼呗。昨晚下雨就觉得闷着点，看来可能。
感觉今天下午还要下雨，你又来了。好吧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